你像这个枪，它是带尖的，就扎嘛。兰达扎讲的就是一个扎嘛。什么叫扎呀？啊，带尖怎么用啊？带尖怎么用？扎大枪，长矛怎么行？就扎嘛。扎，这说是不是扎呀？那什么叫兰达扎呀？啊，这就是扎就完了嘛，就自己就枪嘛。那时候我一扎他不让扎怎么办呢？不让扎，一拦就扎嘛，往那边去，一拿就扎嘛。他就是拦也扎，拿也扎嘛，不拦不拿呢？就人家不也没拦没拿吗？那就是扎嘛，就扎嘛，你给我尖怼就完了嘛。就是一个原则，就是扎，往咽喉上，往这个胸口上，就是扎。但是人家不让扎，拨开再扎嘛，那就是拦嘛。我往里面拿，往里面拦。他如果是在里边之后，人家扎不进去怎么办呢？我拦开就扎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在里边呢，一扎这不就扎了吗？就进去是不是？说带尖儿的你就扎就行了，就是扎，人家没防，那直接扎进去了，就说明你快到对方反应不过来就扎了嘛。那人家反应过来，他有阻碍挡开扎了，是不是？拦拿扎什么叫拦拿扎？拦也扎，拿也扎，不拦不拿呢？是扎，那就是扎嘛，就是扎就完，就一个刷刷刷刷一个捅就完了，是吧？他讲究，是吧？